张学友在上海开演唱会，我的演唱会跟张学友撞了。你太看得起我了，我的演唱会跟张学友撞了。呀，在你的心里，主播的演唱会是可以跟张学友的演唱会一起相提并论的吗？有人说主播歌为什么唱这么好？不是主播知道很多技巧，不是主播声音多好听，而是主播投入、专注。爱如潮水的将你我保卫。那天唱水的歌，怎么忘了这首歌？应该唱这首歌的，这首歌很有感情。节目结束了，歌响起来了。遥远海边，慢慢消失的你，本来模糊的脸，竟然渐渐清晰。想要这么高吗？这个歌？想要说声爱你，却被吹散在风里。猛然回头，你在哪里？如果答案只能听，有的歌只能听。有人说，为什么主播唱歌唱这么好？不是主播有技巧，不是主播声音好听，不是主播投入，而是主播只唱适合自己的歌啊。